好吗？怎么不接电话？怎么给你发一晚上消息你也没回我？你其实母亲约我聊天了，你怎么还没回我？我来找你了。喂，李南野，你在哪儿？我想见你。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。就到。啊！再见。疼吗？疼。还当自己是小孩子啊？多大了？上蹿下跳。你又不接我电话，我不是担心你吗？我睡着了，然后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梦都是假的，你不要当真。你最近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好一点了。其实他这不是第一次来了，但真的每次都是这样，突然出现，然后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，评头论足的，让爸妈觉得他懂得多，他为了我好，恨不得立刻把我带走。你恨他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一点都不想见到他。好了，不说这个。哎，你饿不饿呀？去给你买早饭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